启蒙，哦，晚上好，我来给你展示一个效果啊。你有没有听过六分仪？好像有听说，但是那个六分仪啊，它是由大航海时代的一个叫四分仪的东西演变过来的，四分仪变成现在的六。对，哎，我这里刚好就有，我这里有一个四分仪，可以看到吧？可以看到，四分仪，对。然后它里面就是四分仪的本体，我把它拿出来，对，啊，就是长这个样子。然后航海是代表每个方向，其实现在。四个图形代表我们人生的方向，每一个图它代表的意义不同。比如说，这一个钟表的图形，它代表了时间和空间，而这个心形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跳动的痕迹，它代表了我们的情感，还有我们的健康。然后这里有个灯泡，灯泡我离你近一点，你可以看到它里面，哎，里面有这个 idea，有这个。idea 对吧？它是什么意思？它代表我们的创意还有梦想。对对对，这个就是两看一个钞票的形状可以看清吧？代表物质，所有的物质以及金钱。好，现在让你看到这四个图形，其实，在你看到的那一瞬间，你可能心里面就会想，哎，我喜欢哪一个，我也去选择哪一个，对不对？已经选好了吗？但是你在你选好之前，其实我已经知道了，可能你的眼神已经出卖你。你相信吗？你现在可以换，你也可以不换，但是现在我不知道你选的是哪个。有可能你选的那一个，就是你现在极度渴望或者内心极度缺乏的东西。好，现在不换了，是吗？哦，OK，好，那你现在你说出来，说出来你选的是什么？等于说你选了这个，对吗？时间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哦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，对吗？你选择了这个，时间。好，注意看哦，时间，时间，对啊，随机选的，你随便选的，你也可以换，你也可以不，那你选择。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，一个效果。没有抢选，没有抢选，完全没有，随机的。有。